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仔到阵，烟一支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，请你来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脚。再次掌声给茄子蛋阿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非常感谢你今天来。哇，谢谢你们邀我，真的真的真的太开心，我超久没有唱歌。对啊，你在休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稍微休息一下。状况很好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对，因为被你们炒热起来了。真的真的。你已经大概多久没唱？两个月？没有，超久的，我一年多了，一年多。哇，那掌声要再来一次吧。重回这个舞台的感觉。感谢，谢谢你。谢谢，来玩真的很开心。烟一支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仔到阵，带某仔到阵。抓不惊到阵，那这 auto tune 很烦啊。抓不惊到阵，龙珠回头。谢谢奶王王，谢谢阿斌，谢谢，谢谢九一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下次见。好玩。主动邀约阿斌，还有主动他就是九一的一些那个嘛。自己平常也有这样的状况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况。以前啊，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表演，就是会喉咙会出的比较多力，然后去找一个医生，然后那医生很厉害，然后就是因为很多歌手都会有职业伤害，所以都会介绍他们去那个地方看。有那个喉咙就是长息肉，对，然后就去烧一下，三天就好了。到哪里？到一下。息肉啊，电烧。对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蛮久了，大概四年前。四五年前。四年前。